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，就是Jimmy Sami 2020的进度报告跟真人。好，首先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卖长老票，然后所以你还没有买票的话，记得上Jimmy Sami的网站就可以买到长老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议程其实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到了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，趁今天赶快点我们的链接，我们的网站就是sami.gmb.tw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议程。那我们这次的议程呢，就是总共其实表定是从礼拜四到礼拜天，然后礼拜四的部分是面海收，那这个的话之后会再开放。那目前有试出的部分是礼拜五、礼拜六跟礼拜天。那礼拜五呢是由就是四个，就是由共同主办，四个共同主办就是一起在就是不同的场地，就是同时间有自己的议程，然后这次有旧中团，然后跟好像工作室，然后跟台南新芽，然后还有就是台南创客这边。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各自对不同的议程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先上去看看，然后再来周六就会是Corporate Proposal 的议程，再来周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基调演讲跟下午的 Account 跟闪电讲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工人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满了，但是目前呢，最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场务，就是还需要大家的帮忙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当工人的话，我们还缺就是赏蜜那几天的场务，然后我可能会需要你就是事前来参加就是场务工人的事前训练，然后再来就是那几天的话会有排班，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是欢迎上去填表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募款现在目前也还在进行中，然后因为呢今年就是全世界人都没有办法来台湾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就是远端参与的这部分做好。那大概就是大家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就是需要很多钱，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企业好朋友，欢迎就是请洽总筹组。然后再来就是各位你就是如果你想要买票的话，如果你是之前有曾经在社群各个开源社群贡献过的贡献者，你都可以去申请就是OSCP Pass， 然后就可以买开源贡献者票，还有我们的招待票跟学生票，以及我们现在远端无线议程参与票也打开了，所以就是欢迎来买的。提醒你最后一次，就是优惠跟交易代码一样会随着时间递减，所以你这次不买之后就没有了。然后最后的要跟你说呢，就是我们除了议程之外，我们还有办桌特别场，然后再看到这个那么好吃的菜单之后，我觉得其实我们还不止这些，所以那个菜单只是就是先签到，所以希望你就是可以买好票，然后带好你妈妈的未来一起来台南。好，那就是感谢大家2020扫描你。好，然后请小朋友，然后那个PT 不能亡的 OK 酷有来吗？没有，那我们请请问你是，好，那你先稍。